当前，冷战思维卷土重来，极大地推高了亚太地区阵营对抗的安全风险。有的大国提出的所谓印太战略，中方认为，不管什么样的战略，都不能以意识形态划线，以所谓的假想威胁构建排他性的军事同盟，否则极易陷入自我实现的预言，试图推进亚太北约化，其本质就是绑架地区国家，渲染冲突对抗，只会让亚太陷入到撕裂、纷争和冲突的漩涡。